Enteradun 执行官，你把我解救了出来，对此我感激不尽。众神保佑，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。是时候释放黑暗圣堂武士的狂怒了。z e r t o 该告诉我们的朋友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了？是的，当我在查尔杀死脑虫的时候，我与主宰的精神有了短暂的接触。在那一瞬间里，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他的思维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噩梦已经成真。异虫的创造者正是古代的萨尔纳加，那些在我们的襁褓时期提携了我们的存在。 但主宰的成长超出了他们的控制，并最终来到这里，完成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的实验。所以你们要明白，我们的战斗不只是为了拯救艾尔，更是为了拯救世间的万物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主宰就会肆虐整个宇宙，毁灭一切文明，一切生命。只有我们可以结束这场疯狂。 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我们的部队会进攻异虫的主巢区，进而削弱他们的防御力量。只要他们的数量减少 ，Zeratul 和他的部下就可以潜入虫群基地，刺杀脑虫。阿杜恩保佑我们，脑虫的死亡将分散主宰的注意力，让我们能对其发动直接攻击。
我渴望战斗。
We are
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哪里有需要？启动 ，Geos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正在与敌人
交战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